病房是医院用来治疗呼吸道或传染性病患，以预防疾病的传播。负压病房有特殊的空调系统，使空气可以流入病房，但不会外泄或排出，更不会接触到医院其他病患及员工。病房空气透过 HEPA 滤网和特殊的温控系统，清洁过滤后再排出医院。 El Camino Health 收治传染性疾病的患者，我们拥有完整的作业规范和资源，可以用来收治新冠病毒和其他传染病患者的负压病房。负压病房必须经过特殊的建构，并且使用一些额外的元件来维持效果，并由 El Camino Health 定期进行检测。感染防治是 El Camino Health 最优先的任务，请放心，您来 El Camino Health 看诊，安全无虞。